Three, two, one, action. Hello, everybody. This is Harry. 今天有个好消息要宣布，就是我本科阶段的所有的学习全部结束。是什么呢？就是今天我去找导师，把一个作业的 presentation 直接做掉。那个 presentation 是关于一个，我做了一个电路，一个 ultrasonic， 就是所谓超声波那个感应距离的那个电路的展示，很顺利完成。然后我的本科学习 finish， 所以呢，在英国的伯明翰这个两年就结束了，最后我，还会在英国逗留多一个月，然后就会回国。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呢，我可能出去到处走走看看，出去把没有去过的城市都，南方的城市都旅游一下。因为我是计划，下半年是去到苏格兰的格拉斯哥来进行我的，master degree 的学习。所以呢，南方的城市可能后面去的机会也都不是非常多，因为距离相对来说是比较远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一个月的时间，我计划把把这个时间全部花在南方城市的，一些游玩和，等于说你不能白来一趟嘛，该去的地方都得去，对吧？然后北方城市到时候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去，然后很开心，非常的开心，不过要和伯明翰说拜拜了，有点不舍得，但是。OK， 我会回来看看这边，以后有时间还会回来的，所以加油。OK，thanks for watching，love you guys。